让我们看看这火蓝是个什么东西啊？魔法师龙魂，在战斗环节中，第一位受伤害的龙魂会获得巨龙赐福。带有巨龙赐福时，这位英雄会获得额外的属性，并且每次五次攻击会触发一道龙焰爆裂，造成额外的魔法伤害。哎呦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六龙魂，狗头人，神使，天神，拿两个狗头人。什么是神使？所有友方英雄在技能和攻击造成伤害时，会获得相当于一部分的伤害和治疗效果。啊，就是星神嘛。就是星神。龙魂，两个龙魂了。龙魂还有谁呀？小炮。龙魂的大哥应该是乌鸦或者是龙王。我说实话，前期还是三星红打工，龙魂先给他撇了。灵魂莲华明咒。皎月，狗头人，猴，这能玩啥呀？斗士大树，哎。没上两天神这波，但我估计也能打过他。这是啥呀？啊，猩红轮着吧，轮着吧是啥玩意儿呢？啊，哎呦，这轮着吧这么猛，这没打过啊？这不应该呀。这我先买个魔法师。龙魂射手，不不不不不，我觉得吧，龙魂应该不要小炮，啊，龙魂肯定不要小炮。这怎么办啊？猩红少一个，我又想要个小炮，这可怎么办？以我们的装备来讲的话，怎么玩呢？这狗头人这技能也太垃圾了。福星是什么呀？现在福星都有谁呀？山海绘卷，这是落手怎么变成这样式的了呢？落手，我看这三星红还行不行？这三星红，
完了，这有点彻底不会玩了。兄弟们，给我推荐个阵容吧！我这俩大棒一女神泪，我这玩啥呀？我再来个女神泪吧，我正好一个帽子，帽子配蓝 buff， 肯定什么都能玩。再来一个啊！玩妮蔻。龙王，龙王配什么东西？配龙魂吗？龙王是法师吧？我看看啊，这玩意儿后凑这都行。怎么吸血鬼还出来了呢？这吸血鬼狠吗？我看看魔法师有没有龙王啊？有。升个级上狗头人嘛，给了这蓝 buff， 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正好十块钱，我攒一手十块钱。哎，前期这样可以，我叫战神。哎呦我操！说谁来谁啊！龙魂如果六个的话，都要谁呢？倒数第二个英雄是什么？这个奥拉夫，奥拉夫一二三，来个龙魂天选呗，一二三四五，小炮不要，火蓝不要，啊，一二三四五，配个法师。泰坦，这我知道。泰坦山海绘卷到底是个什么，到底是个什么羁绊啊？山海绘卷英雄会从技能会从记载着昔日的荣光，这什么意思呢？大棒，强化技能，龙魂法师要个火蓝啊，火蓝得要哈，那布龙咱不要了吧？布龙或者是龙女里边挑一个不要了。龙王的技能是什么？最远敌人进行闪电突袭，造成350魔法伤害，并使所有命中敌人过载十秒。我是不是得给这龙王给点装备呀？给点攻速装备呀？
小炮拿着，小炮没用啊，不要小炮。小炮来了，小炮，这样式的，这两个龙魂有啥用啊？没得用啊，就这样吧。小炮激励他的龙，使他的攻击速度提升100%，并附带40点额外魔法伤害。刮痧大师呗！哎呦我小炮！啊，神射手小炮，别急啊，问题不大。我们等一首《龙魂天宣》。我决定给这龙王上个法宝。神盾。这歌咋这么喜庆呢？战神是什么东西啊？战神会根据已损失生命值获得生命偷取。啊，嗯，咋的了？第一把咱先随便玩一下啊。到第二把我差不多我就能明白到底怎么个意思了。好长时间没下棋了，薛微有点懵，你知道吗？薛微不是那么特别会玩。我给这龙王来上个法宝，奥拉夫。奥拉夫要不要？奥拉夫，我拿个奥拉夫吧。啊，可以，我拿个奥拉夫。奥拉夫技能肯定还是不受控制呗。火炮奥拉夫。对，我们给上个火炮。我的盾就是我的剑。嗯，免疫控制效果嘛，这吗？上了啊！火炮奥拉夫。多上一个，开大！哎呦，哎呦呦！我的龙王让人那啥了，让人包女儿给扎死了。这包女儿狠啊，这包女儿！哎呦我这特效，这特效可以啊，这特效，这大龙。不是，我这六级了，为啥天选之人是已废的还是啊能玩了不还。我们好像天选就
就一直就一费的呀，我没见过二费天选啊，见过一个劫好像。来马武大夫，来马武大夫，给我砍，吸血吸血吸血，战神奥纳夫，可能还得给他配一个战神沙米拉。哎呦我操，魔法师小法师，要不要魔法师？现在是三，魔法师小法师好像不需要啊，不要了，我拿一个普通小法，上个露露就行了，就行。小法师好像没什么用，给大棒，给大棒，大棒！下边我们大地啊，下边我们大地，算了，这边叫大地吧。哎呦我操！这都是些什么东西啊，这是重装战士没用啊，斗士呢，怎么是希瓦拉啊，希瓦拉又操，这要再不要这可不行了啊，兄弟们，这得要了，拿条龙吧，这得要了。你这没打过布隆，我的天，再小弟一手。哎呀，他生了，我操，他生了，那我上俩吧，差一个龙女儿，我们还或者是一个那什么，我这再给上个蓝药吧，推推，特效倒是挺帅，就是没打过哟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直接卖了不行吗？不行啊，我们整三星龙王啊，差个龙女儿，现在我给他配一个战神上面去啊，得三个战神，这一样差一个有点让人受不了。魔法师很显然是不用了啊，我们很显然是魔法师是不用了，那就撇了，再小弟一手啊，最后小弟一波，小弟一波提升一手质量，我先来个三个战神，推推，哎呦我操，这伤害有点高，哎，还得养着龙王，我发现，哎呦我操，哎呀，我们的乌鸦，我再拿个龙王也行，也行，我就差俩了。我也不知道拿什么来着，随便拿一个。完了，这龙王好像废了。我给他上了个蓝，两个不能两个蓝 buff 好像，不能两个蓝 buff 啊。没关系，我把右边也上一个。
不就完了吗？啊，正义之手啊！不好意思，刚才没看弹幕啊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为什么不早说？说晚了啊！左边一个，右边一个，两开花，推推！哎呦我操！他也好厉害啊，好炫啊！我觉得还是得这么上，然后再上个魔法师。再上魔法师布隆下了，我上个五费也行。先这么点啊，先这么整。先随便玩一把啊，先随便玩一把，别着急啊。这龙王攻击距离挺远的，890。这是什么技能啊？大虫子吧？这瞒着就放个钻儿啊！哎呦，我这弩打不动。我都没想到我七级能给我俩火蓝，你俩咋的了？怎么站着了呢？哦，没有六法师羁绊，五法师羁绊是吧？好，不好意思啊，没瞅见，给个大棒吧。哎，可以。那为什么不早说呢？我这奥拉夫给俩火炮行不行？我分着给一手。那就五法师上呗，五法师不挺好的吗？俩撇了。我给俩火炮，你开心就行。好，那我们上俩火炮啊！我给布隆整个小魔盖。哎呀，再给我三条龙，我们就来个三星龙王。我先拉个八，上个小炮，再给我来三条龙。哎，最好是龙女或者是乌鸦，小炮好像没啥用。龙女和乌鸦来两个。哎呦，三星小炮。哎，没换过去啊！现在就怕这布隆顶不住，你知道吧？布隆一顶不住，这俩龙王直接……哎呦我操！臭弟弟！哎呦我这太猛了，这太猛了！奥纳夫，裁决使。啊，以前的女武神。没几个人了。我这俩龙王全放这儿。他小炮在左边，我一个土全给他土死。
这波坏了，这波龙王让人给切了，哎呀呀呀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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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事，我有奥纳夫啊，啥也不是，这真是啥也不是。有没有龙王给我一个？我就不给你们看看这奥恩的效果了，我来个羊刀，给上奥纳夫行不行？我觉得行。无尽，无尽也可以。我大地了，这样基本上是成的。我跟你们说，应该这样玩。对，六法六龙，基本成型。但是我不，嗯，我不。这个小炮你就等着死吧，我跟你说。呸！你这个小炮你就等着死吧，你这个小炮，我一口吐不死你，就两口，没关系。奥拉夫沉底儿，好，放在这里啊。个小炮挡一手，还有他，还有他这个火蓝，这火蓝也等死吧，火蓝。上人口，上人口，这波没打过吧？啊，这波没打过，这波被倒数第一给入了。看上，看情况吧，上人口。现在不上不去吗？80块钱。还不地，我现在地也地不出来三星龙王啊，我得打死一个。日炎，给你日炎，他已经有两星的了，我看看啊，升是可以的，我们升吧。啊，我们升吧，我们升。地我估计地不出来。哎呦我操！9939，一个9939，一个8233，还得站一块儿。我发现他有二星乌鸦了，我们升下波直接升满啊、哦！下波直接升满，上个六龙。龙女是什么技能？龙女好像，龙女比小炮厉害点儿。把小炮换成龙女，然后再上个乌鸦，
下波直接升啊，这二十来滴血我们直接升了。乌鸦呢？终于有点乐子了。月光之旅。哎呀，龙女没拿着。哎呀，龙女。终于有点乐子了。也上个龙女啊。龙女没拿着，哎。呀，给我干没了呢，应该不能吧。哎呦操，剩一滴血可以接受啊。这整个啥我也不知道啊，这我拿奥恩呢。哎呀，奥恩没了，我就随便拿一个吧。我也不能拿啥了啊，我随便拿一个了兄弟们。他们这长得都一样，我都有点看不出来到底哪个是哪个，这怎么整啊？没有乌鸦。哎呦我操！团灭了。我说句实话，这把其实我能吃鸡儿。这要是我以前啊，我们指定就吃鸡儿了。主要是我还不是那么很会玩，我再来一把，啊，我再来一把。